强度运动，让他恢复好了以后再运动。就是如果是有些专业运动员，他没办法，比如说他今天要参加比赛，他一个月前伤了，他无能为力，他只能带着这些护具上场。但并不意味着一般人要这么干，一般人肯定就是应该是伤好了之后再来回来运动。带着护具运动，他只能越来越伤，就是这个是个恶性循环。OK，就是所说，以你看，假如说你要我肿是了这的么话，回你事儿。带一段时间，哎，然对，你后，如果现在，比如紧急的，你突然肿了，你稍微带一下，但不是24小时都带，你就带一下，给他一点压力，他能帮助他代谢这个水肿，确实是有帮助的。然后等到不肿了，你再给他就拿下来了，就不对，要如果完再。全不肿了之后，该他进入他的修复状态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没对他的修复没有帮助了就。OK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哦，姨，我还要跟你说，昨天前上次说上课，你不是说那介绍那个，就是说，按摩胸那地方吗？我第一次按摩就发现我这地方有一个包，然后就在那摁，也不是包了，是就有一这个个鼓位的，置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块肌肉呢，就不像这边，就这块肌肉就好像长大了一点点，有点硬，然后呢。一摸马上就疼，然后我就在那揉，现在我这边都就说这一碰就有点疼了，能忍受的，就是这右边这块肌肉很明显的，我都能知道这块肌肉怎么走向，所以我在那按摩，用手指的按摩，用手掌按摩，现在都按摩的疼了，就好像你什么地方，撞撞了一轻下，了，撞轻了那种感觉，但是撞看轻，看它没轻。对我觉得这个对于那个就是尤其是有的人肺有问题啊，或者心脏有问题，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个帮助，刮痧更好，但是一般人不会嘛，这个是最简单的，我觉得。挺好，所以我现在每天又多了一项要动的东西。而且这样你会觉得你。就是心胸很舒展、很开阔的感觉，很舒服。就是你觉得好像这里打开了，就是有意识的帮他把这个地方打开了。很好，谢谢，别让我发现了，我这边有一个地方需要我 take care 的。雪玲呢？雪玲感觉如何？你按了吗？我按了，这2天好像感觉没有心跳了。不知道没有是什不么是了，没没有有，心慌了。他说：“那不错对，啊，挺好的。因为之前的话，我一直就是担心我心脏是不是有问题，所以可能也是有点过于担心吧。对，听你们说了以后的话，可能我也放开了。这2天还好，没有出现。”所以说，那个是心理作用，是吧？心理作用就是说，所以你有人说，所以说别人给你。姐，就说开着后头，马上你就豁然了，就释放了，知道吗？对，可能是有点这样的作用了，现在对，都实际有一点上哈，可能也实际不是上完心全理的作心用，理作用。对，心理作用的话会产生一种 stress 无形的 stress，然后就有可能就心理作用真的就 cause physically 那个不舒不对，它应该适，是心理生理相关联的。有时候你心里那么想吧，你就会找很它多真的会事发情。生。对，那不是你，对，你发生什么，你就会来证明他，你想的那个是正确的，就好，那种就是一种循环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越觉得，但是呢，其实你大家说说哈，你看你在做做这些，你马上就觉得就释怀了，就好 希望，如果雪玲一做就没有了呢，就可能真的比较大部分可能是心理的作用，只有小部分是身体上的，因为没有那么快。通常来说，如果那么快的话，你只是心里这一个担心拿走了，没事儿了。是这样。哎，老师，这个东西还真的不是那个，就是你要是看那个视频的话，那个就这个教这个的老师叫林杰嘛，他就说他真的是能治那种就是那个肺水肿啊，人家都喘不上气的人，做完了以后他就能喘上气，他也不是说他不能立竿见影，没他应该有，是咦，当然是有，那是专业的老师，叫多少年的经验，他来帮你做，我相信可能一次就解决很大问题。但是呢，就像 Jenny 和雪玲呐，他们就是
他们有点像是没有专业，就随便乱摸一下，马上就解决问题了。这个那事情不也可神能的，奇，哎，那不，那种可能性很小，哎，对吧？人家专业老师来做，人家知道你哪里有结节，很快帮你打开了，就血液一流通了。身体70%以上是体液嘛，然后血液一流通了，然后再所有的冲刷干净了，也就没事儿了。但是呢，像他们的话，我不觉得他们有那么专业的水平，所以就两者可能身体的问题反倒是相对小一点的，是心理上的担心，而且有可能我一开始就觉得雪妮她一开始心跳没有变那么快，她只是被大脑放大了。有点像萨古鲁老师讲的是，我们心跳可能真的快了一点点，也是正常的情况下。但是你大脑的这个担心，你大脑把这个放大了，你可能只是快了二，你大脑放大了200，或者放大了20，你就感觉不对劲儿了。就是本来实质是二，你大脑把它倍数放大了，这是我们大脑很常干的事儿。有可能，或者是休息，可能休息也不好吧，晚上睡得不好。这2天睡得好了一点，所以现在感觉就是这个很重要，睡眠很重要，对相身当重体这个要。心脏的调节很重要。对，可能是这样子的。挺好，挺好。谢谢你们。大家这样说话的氛围很好。说的时候呢，不说的时候就要练习。我也在想，今后在这个课堂，如果我们没有专业要晋级的话，我们就日常生活有什么的拿出来解决一下也挺好的。我还是建议你哦，雪玲，你平时的话，如果那个表不是很 bother，就是不是很打扰你的话，你可以带上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，最主要是心安。大家能来这里上课的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有大问题的现在都休息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最主要也是心里面没有那个担心，要心安，睡眠也是确实是很重要，但是睡眠跟你白天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有关系的啦。你早上起来晒，把阳光晒了，你完全的清醒。还有呢，你白天的运动量够，心理压力在就是睡觉之前是平静的，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就睡得好。反正雪玲，你就坚持把这个，至少做一个星期，做满一个星期，你试试看啊。我是觉得是有帮助的这个东西。促进我血液循环的东西都是有帮助的。啊，老师，我有一个东西想跟你分享一下，先讲，就是我们一直在研究各种什么健康饮食，对吧？我在做安对东尼疗对对法，你对，在做什么别的疗法，这个无所谓。但是我后来想明白一件很简单的事儿，就是不管你吃什么。你就把那个70%的水这个比例吃到就行了，就不是一般的白水，白水没有用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就是说，一般的那种白开水什么的，可能很难补到你的真的体液。但是有一些汁啊，比如说我经常喝 coconut water 啊，或者我经常喝各种 juice 啊，或者 whatever 啊，或者是柠檬水啊什么的，就是反正你得让它有点活性的那种东西。我就发现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块炸猪排，对吧？很不健康，没关系。我把它该配对的70%的水配够了，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。但是我往往是我吃了炸猪排，又咸又油，对吧？我还没喝水，或者我还去吃了块蛋糕，这个事儿就让这件事情就更糟糕。但是如果我吃了块炸猪排，我把比如说我吃了100克的炸猪排，我就配比了，比如说至少是700克的水，或者多少的水吧，就是那个水量配够了，这个好的水的比例配够了。我觉得基本上就没有问题，就不会有大问题。就不管你吃什么了，其实，当然你吃油脂的东西，可能你的水的配比要更高一点。比如你吃蔬菜水果，你的配比就少一点。你吃粥，你的这个本身的含水量高，那你喝的水少。你吃饭，那喝的水就多一点。就只要把这个配比好像你差不多掌握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吃什么问题都不大。所以中国人原来总说我吃烧烤容易上火，我吃油炸的容易上火。我吃什么东西容易上火？它其实就是缺水，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，你没有喝相应的足够量的水，你就上火，那就叫上火。我自己的这个体会啊，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是我就是说，我突然发现，哎，好像这么吃没啥大问题。我觉得挺有道理的，我觉得是这样，我自己觉得是这样，就是说四个你，好方法，四对，个而且好可以方这样法，放一心大是胆要的跟身吃，体本来你的配比，我们这身体是有配方对。的，配比一样。
保持一致是个好方法。不过呢，最重要的，大家可以这么去执行。最重要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把身体的觉知上来。你的身体非常智慧，你什么都不需要记。营养学从各个方面，中国西方都是一个很难学的课程，心理学是一个很难学的课程。我最近就在悟，夏谷老师其实他这方面的经验都没有，他啥都没学，他凭什么比这么多几辈子都在研究心理学、营养学的这些科学家要厉害？他真的超越他们，是会远远超越他们。你看那些大学的那种教授，耶鲁大学教授坐在他面前谈话的时候，真的就像小学生那样。而且这样的教授平时是没有那么谦虚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见过没有那么谦虚的，但是在他面前无耻谦虚，这是装都装不出来的。他们也不给你装这些人，但是呢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有些东西是我们学远远不够的？我们的人我生觉得太这个短都不暂存了。在学的问题，这个就像一个 common sense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平时的这个生活宣传中间搞错了。虽然说啊，你每天要喝八杯水，我凭什么要喝八杯水，对吧？就是看补来气我的其吃实跟你少了。吃什么东西高度相关的，就是而且你光喝白水真没用，所以就是这个水要补，能补到你身体里面的水，而不是喝进去就尿出来的水，那玩意一点用都没有。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悟性哈，我觉得是一种悟性，就是不管你学什么或什么，那个悟到的才是你的，对对对，悟就到是的你自凭己证。感受到的才是你的，别人教哎，对给自己你的。感受到悟到但的，是感受问到题的，就是，对，所以说有这就多少是人有经这历。个悟性？有多少人能够知道我身体需要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绝大多数人不知道。但是你们觉不觉得，就是我至少我原来知道，我晚上吃饭如果吃油腻了，或者吃的比较 heavy，或者是吃油炸的，或者是烧烤，很好吃，但是就是会渴，吃完了就是会渴。那个时候呢，我那是可能就的。喝了一杯可乐。对吧？那就是雪上加霜，对，对，对吧？对。那我现在呢，我就知道，我说我等一等，我先喝点水啊什么的，我等一等，等2个小时以后，我知道我空腹了，我就开始喝果汁。喝完了之后，我就立马觉得我平衡掉了啊！我有的时候睡觉前可能还要去一趟厕所，去拉臭臭，然后我觉得啊，我觉得好像就对了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就平衡了，就不是那种堵完美在了。身体里的那种感觉啊！我就觉得哦，原来可以这么干。就什么都没有绝对，好方法很多，大家可以就是觉得没有什么风险情况下，不断的去尝试，身体就能找到它最好的一种相处方式，把目前的24小时管好就行了。你今天这样的生活状态，你吃几餐，多少的水分，然后你觉得很舒服，然后在24小时你睡眠也很好，那你明天还这么做，那可能1个星期之后你照样做，它又不会那么好了，那你就稍微再跟进换一下，我们身体。就是这一刻，每一秒都有这么多的碰撞和变化，所以不是一个真正的有一个准确的模式可以达到最好状态的。就是你觉得就管好你目前就管24小时，然后呢，这是你的最好状态，你就继续这么做，每个24小时都过好了。我们不要想1个星期之后、1年之后，哎，你就过好了。我现在真的就越来越好像他们觉得没有远见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以前我老是要啊，有几年计划、10年计划、15年计划，我感觉是这样子，慢慢的我就感觉，而且呢，我现在真的是比较依赖脑力法了。啊，我这顿吃不吃，我在吃之前我就转一下，然后呢，我问候一下，我真的现在会跟我的内脏对话，我问候一下，啊，胃里面是不是没有东西了？肠道是不是？就是消化的，可以帮我。有时候我自己大脑想吃，帮我多消化一些东西了。结果问完之后还不饿，然后我就在那里，哎呀，不犹豫了，就离开，就不要吃了。我喝水也是这样子，我喝水如果说照这个标准，我现在喝水是远远不够的。我早上起来有时候到中午我都不渴，我都照样是有很多就是生津，我就不喝水。就是我一整晚早上，现在我到现在没有喝水。等一下我会在这里工作，有时候工作到我接儿子是2点05分呐、啊，接晚2点半我都没有喝水，所以呢就显得我现在的生活状况是非常不健康的。可是我的睡眠、我的精力，然后呢我的专注力都变好了，在一种不健康的情况下，我学了这么久的营养学，学了这么久的心理学，我感觉就有点，在我这里有时候有一些很多很矛盾呢。然后最近我确实是照最近我看那个
我之前我有好几个老师，就其中一个大家知道就是萨古鲁老师，我就会再去悟他的东西比较多。大家都会告诉你很多方法，这些方法都可能对他的人生有很大作用，但是你自己要去领悟或者去尝试，然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。每一分钟的身体不一样，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，你可以大致的这样去做，没有什么伤害的。好了，大家再坐下来练一会儿，大家可以。我也是要发音了，时间过得还真是很快。不过谢谢姨分享，这样子这种比例呢，在营养学来讲也是极好的，跟我们身体是非常就是一契个合大的。概，大也葫芦没老有，师也是这么推荐的。就是说，你比如说吃了这种油腻的东西，你其实理论上来讲，就会应该比吃，比如吃碗粥，就应该可能需要的水多一点，就这大概的东西。说起喝粥，我现在好像都离不开粥了。每天就是，绝大多数的时候，我吃完饭就像你说吃的稍微有一点油腻的东西，我都得喝一碗粥，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就是你自己身体知道它需要补水了，就粥是很好的补水模式，就对，比你喝就是好像喝粥也是一种，就好像是对我的那个食道啊什么的，就是一种清洁的那种感觉。我喝，就像你说，喝点水好像不解决问题，吃水果也不解决问题，我就是想喝点粥那种感觉。挺好。就从水的吸收度来讲啊，水这个水里边不能是净水，它里边一定得有点东西。你可以放点柠檬啊，放点怎么一定要加点什么东西，它才能在生活经历一个全消化的过程。如果只是水的话，我们称为半消化，就要直接到小肠。如果是小肠内需要水，它就停留一些，不需要就马上排走了。你可以尝试的，只是喝白水的话，你会觉得喝了很快你就要去洗手间。如果当时你身体是不可不缺水的情况下。然后呢？但是你喝粥、喝果汁、喝其他所有只要不是 H2O 这种纯水成分的，你都过的时间会长很多，一倍、两倍，你就至少要像停这么你要多。是吃，有时候去朋友家吃的东西什么就比较油腻嘛，那就该想喝茶了。平时我在家我不想喝茶，因为我平时吃的东西不那么油腻，对，所以有茶的时是。候身体也挺神秘的。所以你身体感觉好，你就去尝试，直到它感觉不好，你才换。如果还感觉好的话，是没有必要轻易去改变一些东西，因为到哪一个方向都有正方和反方。就像你喝粥这一个，很多人就会告诉你，米饭啊这种白的这种全是糖，非常的不好。可是你感觉很好，你就坚持，直到你身体告诉你不好的那天，你再换。如果目前有好的饮食方式，没必要轻易去改变它。每次一个转变对身体，都是一种压力和负担，这是我们放过在肠胃呀，在各方面都装过那种微型显微镜照出来的结果，就是你的压力荷尔蒙都会快速的一下子增加很多。最主要的还是多让身体和大脑能够平静下来，然后逐渐的走到一种比较寂静的一个状态。这时候就是大脑也会更有智慧，身体其实本来就很有智慧，你就会听到很多身体的信号，你真的能感觉得到它，你就没有那么多事儿了，不需要去学太多东西，也不需要去记住太多东西，本来这个身体和头脑的生活。真的，以前萨古老师讲很多，我也觉得一直在那里琢磨，真的就是很简单，是我们真的是各种的学习或者各种的教育把它弄复杂了。要喝一口水去。大家可以慢慢的开始发音了，才最后5分钟了。每次发音的时候呢，还是稍微有点觉知的注意一下，所有的面部肌肉一定要放松，检查一下自己的舌头是不是完全放松状态。
就是有点像瘫软在那里。然后发音的过程中，只是关注内在的震动。Mm-hmm.